今天就想吃点辣的。要不我教你做个水煮肉吧。也行。把二十星切片，油麦菜切段，加盐、胡椒粉、料酒、生抽、鸡蛋清、淀粉，抓匀腌30分钟。油热下蒜末，炒出香味，下油麦菜，炒至断生，放入碗中，继续烧油，下豆瓣酱、火锅底料。炒出红油，下葱姜蒜片，炒出香味，加点长江水，加盐、鸡精、胡椒粉、白糖、麻油、老抽，大开后下肉片，煮熟捞出，碗中放花椒末、辣椒末、蒜末、葱末，800度的油浇它，麻辣鲜香的水煮肉就做好了。快来五碗米饭。那你长胖别赖我。